各位乡亲，早安！欢迎收看今日六月七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雄竹。先开始来关心，今日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1周年。咱立委会针对中国各大港款无要公开当当年武力镇压的真相，表示正深的遗憾，嘛呼吁北京要真心回实的。那中国的外交部暂时应讲，迄场政治风波早就结论啊，中国即卖成功就是上好的说明。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公布甲天安门事件带头的领袖王丹，还有其他运动者做伙翕相的相片。王丹嘛提出对付中国的三项建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相片当中，国务卿蓬佩奥甲六四幸存者王丹等人做伙翕相。国务院指出，蓬佩奥真荣幸能会见四位勇者。王丹也对蓬佩奥提出对付中国的三个建议，也佫讲这是30年来甲美国国务卿第一摆公开正式会面，同时感谢伊的支持。今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1周年，台湾立委会也要求北京当局重新审视六四事件历史真相，甲真心回实的。我们呼吁北京当局应正视人民对自由民主的期盼，早日启动合乎民主正义程序的改革，并重新审视六四事件的历史真相与真诚道歉，才能真正化解冲突矛盾，让自由开放的公民社会成为前进发展的力量。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又搬出乌白宫来回应。80年代末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国政府早有明确的结论。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说明中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完全正确，符合中国国情。不过，中国外交部网站顶端无记录伊回答台湾勘察六四问题回应，也显示中国封锁六四事件企图。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防疫成果，同世界拢学了。前副总统陈建仁接受英国国会邀请，站以视频的方式去分享台湾对抗武汉肺炎的做法。陈建仁嘛强调讲，若予咱台湾去参加 WHO， 安尼对世界、对 WHO、对台湾拢好，会是三赢的局面。前副总统陈建仁一点两个国际头前讲话，受到英国国会下议院卫生委员会主席韩翠邀请。陈建仁初三暗时出席听证会，分享台湾的防疫成果，也强调台湾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不止对全球防疫体系造成恐慌，也对台湾2300万人无公平。Today, Taiwan to become an observer of our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basically is a three-win policy. It's good for Taiwan, good for WHO, and good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o it's a win-win-win policy.疫情爆发到即马，各国拢将目标指向中国。我中国政界的台湾原本被认为是疫情上严重的国家，亨特也真好奇台湾为什么会成功突破困境。I think there's three keys for the success of our COVID-19 control in Taiwan. That included prudent action, rapid response, as well as early deployment. And as of today, there's a total of 443 confirmed cases in Taiwan with 7 days. In other words, the case fatality rate is 1.6%.陈建仁补充说明，英国要为6月7日开始对所有海外入境的人，要强制隔离14天的检疫措施。台湾早在3月都已经提前准备好。对国内防疫成果受到关注，外交部表示，这是台湾防疫成果被国际肯定、国际证明显的例证。记者综合报道。再下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确定病例，即马已经超过64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38万。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同款是1443例。中国的病例有83000多例，香港有1093例，日本是17000例，南韩超过11000例，美国已经超过190万例，俄罗斯是超过43万例，巴西超过55万5000例。澳洲的西班牙超过287000例，英国超过28万1000例，意大利超过23万例。
咱国内昨昏同款无新的武汉肺炎确定病例，指挥官陈时中也是表示讲，国际疫情也未稳定，那预防下个药啊是未来真重要的武器，不过即马也未出来，要来开发。那咱国产的预防下是要拼九月份做人体试验，望讲明年四五月啊会当生产。国内前三也是零确诊，也是第五十二天无新增加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全台确诊人数维持在443例，有七个人死亡，要八人在待医治疗。在未来，哈，他还是要期待，就是说要有相关的疫苗、药物，哈，相关的这些的研发，哈，才有助于哈对于整体哈疫情的一个控制。李指挥中心研发组组长，也是国务院院长刘基基带来好消息。即阵除了国务院，中医院也正伫开发武汉肺炎的疫苗，另外有三间生技业者也进行疫苗开发，预计今年九月会用进入临床的人体试验。第一家呢，预定是今年下半年启动人体临床试验，第二家也差不多第三季，就是从九月开始。那么第三家呢，希望说年底开始进入到临床试验。刘基基讲，人体试验第一期、第二期会伫国内找健康者进行试验，头一期受试人数大约40到60人，主要看疫苗反应、安全性，并且抽血看是毋是产生抗体。第二期人数是100到200人，主要评估疫苗后了解人体免疫反应。只有第三期是需要上千位民众测试，可能采取随机、双盲也是对照组方式进行，主要是评估疫苗的保护力。而考虑国内确诊人数上少，未来会跟国际合作。那可能就在欧洲进行了。我们盛行率低是好消息吧，对不对？现在如果5000个里面接受疫苗以后，它结果只有2个反应，没有接受疫苗有3个好了，在统计上就很难说是不是有差别了。你疫苗什么时阵会使上市？刘建议强调，要看临床试验结果，因为疫苗对象是人，安全甲有效性真重要。那一切顺利，等明年4、5月第三期临床试验结果结束了后，也无排除同步量产上市。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振兴三会馆本来讲袂使用伫网络买物件，暗过昨昏，咱政府开始开会讨论了后，即马改讲要认平台，由文化部甲教育部提出艺文、体育、甲旅游票券会使用的白名单，那是伫白名单内底就会当用，啊，那是无伫名单内底就袂使。来看苹果日报。美国运输部宣布，对6月16日开始禁止中国的客机飞去美国。外界是认为讲，这是美国爱中国，嘛开放给美国的客机会当飞去中国。因为三月底，中国以防疫做理由，美国的达美航空甲联合航空拢给中国禁止，加单也未开放。来看自由时报，上新的健保卡统计，咱台湾人一年平均去给医生看15次，啊，那去年有35000人去给医生看90次。开健保费是32亿，其中看上届一摆的是一个女性，伊一年去给医生看466次。来关心行政院政务委员邓鸿昨昏就公布，说明振兴三会馆，伊讲未来卖亲像买嘴暗同款做一个地图，让民众知影倒位啊邮局，还佮有三会馆通买。行政院初二公布振兴三会馆具体的规范，按算七月中会实施。不过外界烦恼讲，实体馆爱去邮局换，恐惊会造成排队的人阵，增加基层人力的负担。针对批评的声音，行政院政委邓鸿甲发言人丁一鸣亲身去电台回应各种的质疑。邓鸿表示，接下来会推出类似翠安地图的三会馆地图，后面将知影倒一间邮局有三会馆甲数量。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个像口罩地图的这样一个界面，让大家知道说你附近哪个邮局目前还有存量。然后哪个邮局目前已经快要没有存量了。等一下，台湾人权促进会质疑讲，用健保卡去超商做文进行三倍券，有涉及各组的疑虑，而且进行券嘛不是医疗的用途，恐惊违反全民健保法的规定。针对这点，邓鸿强调讲，换进行券的过程未收集各组，所以未有资料流出去的问题。那这些资讯会不会再度的发生各自外泄的问题？因为我们只要不收集就没有外泄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有一个信封，那个序号是遮住的。那除此之外，它这整个包含身份证字号等等，它是都不会存入的。只能做一件事，就是确保说这个没有重复发给就是同一个人。要那用信用卡也是电子支付的消费，满3000块回馈2000块，嘛希望会当更加方便。邓鸿表示，
伊当咧写停息规划，让民众会当为 ATM 拿电子支付消费满额所回馈的2000元现金。行政院嘛鼓励搁较侪业者会当顺这个势推出相关的方案，做本的进行管，嘛会当关乎公益团体。咱若要安怎抵税，爱搁建议。不过国民党初三召开记者会批评讲，进行管拖到7月分收慢，而且面额上限200元，小卖店头可能会真困扰。你的面额最小也只有200元，不找零，根本就是排除了这些受疫情影响非常惨重的小商家，这不是三倍券，这是排穷券。要花500亿变成1000亿，但是各位，社会成本要不要计算啊？大家都去排队。在这边纷扰。在野党嘛，积极讲，可能会出现未进行管换现金的乱象。绿营是认为讲，无应该限制民众安怎使用，重点是促进进行管的市场流通，让店头会当实际换现金，这才是重点。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天气同款真烧热，只是高温普遍伫33度以上，而且紫外线较强，乡亲爱注意早日。咱来看上新的温度，因为太平洋的高压继续增强，透西南风。今仔日甲明仔各地拢是好天到侪云，啊，若过头了后，山区有雷阵雨，而且温度嘛较悬，日时高温有33度以上。大台北甲南部花东会搁较烧热。气象局今仔日继续针对花东、高雄、屏东发布高温黄色的警号，而且台东有可能会透花烧风。啊，若紫外线的指数是达到过量，还有危险的级数，乡亲爱惜。用心嘛，爱做好早日加啉水。来关心世界资源研究所公布最新的调查，2019年全世界原始森林有38,000平方公里无去，等于每6秒钟世界就有一块骹球场遮尔大林地消失去，而且拢集中伫热带雨林。啊，毋过咱台湾森林的面积有增加，因为咱有做好水土保持。台湾森林的覆盖率最近一届伫咧101年调查的时阵有60.9%，因为限制开发佮继续造林，佮20年前比起来提升2.4%。啊，若是林气所佮进一步调查台湾人安怎看待森林的价值，结果台湾人认为上重要的第一名是有保持水土的功能，显示出台湾人认知森林的调节卫生的价值。台风来土石流啊，对他是非常 shock 的。所以他对认为森林保存是对那个是很有帮助的。事实上，森林的功效不止这些啦，在地球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系。林气所嘛捌计算，那是硫化森林水土保持、克准二氧化碳、调节微气候等等，估计1公顷有40万的生态价值。啊，不过全世界原始森林继续伫咧消失当中。巴西国家空间研究所透过卫星资料发现，亚马逊雨林今年4月份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去被破坏的比例是增加了64%。Quando consideramos 10 anos de série histórica dos nossos dados, é o mês de abril.com maior índice de perda de floresta na região. A análise 世界研究所所公布的内容嘛是同款。2019年，全世界流失38,0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差不多每6秒都一座骹球场大小原始森林的消失，而且集中伫咧热带雨林，巴西的占1/3。2019嘛是亚马逊雨林13年以来拄到上激烈破坏的一冬。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要紧，国际上要紧，带乡亲来看世界。美国的黑人弗洛伊德和白人的警察戴暗棍仔戴到无开死亡。即阵啊，美国各地示威活动虽然也得继续，啊，不过已经有断号。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嘛，头一摆针对这件代志做出回应，伊爱大家伫年底选总统的时候，用选票来改变即卖的状况。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对白人警察压制非洲的查甫人身亡事件第一摆发表公开，伊呼吁全美市长重新审视武力的使用。So today I am urging every mayor in this country to review your use of force policies.早在参加会议之前，奥巴马就伫社群媒体回应，只有透过选票改变美国无公义的现况。暗示民众年底伫总统大选投民主党一票。在国会大楼外口抗议民众甲警察双枪归来，引起一阵欢呼。虽然美国各大都市的示威人依然无散去，不过已经甲前几天比起来断号真多。明尼苏达州检方总算听到抗议民众心声，即才开记者会宣布新罪名，起诉当时处置非洲的查甫人弗洛伊德的性命警察。
Hennepin County Attorney Michael Freeman and I filed a complaint that charges police officer King, Lane, and Tao with aiding and abetting murder in the second degree, a felony offense.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these developments are in the interest of justice for Mr. Floyd, his family, our community, and our state.同时，伊卡塔乌压制弗洛伊德前警官肖本，原本被控相关刑期75年的三级谋杀加过失杀人，即马加重，改控相关判处70年徒刑的二级谋杀。其他三人被控协助教唆二级谋杀，加协助教唆二级谋杀，甚至也可能判处70年徒刑。弗洛伊德告别式有三场，第一场会伫初四下晡伫明尼苏达州，随后周末会伫北卡罗来纳州甲德州举行。记者综合报道。目前美国因为弗洛伊德这个事件，各地暴动也是伫继续。纽约对拜一开始的实施宵禁，要延长到6月初7，而且甲时间提早到每暗的8点，到隔天刚透早5点。这嘛是纽约市77年来头一摆实施全市的宵禁。警察官人压制民众进行，搁在美国出现，全美国因为非洲的查甫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对暗棍身亡引起的示威潮，进入第8天，为防止情势继续恶化，超过40个多市宣布宵禁。纽约市搁在初一推出宵禁令，是77年来第一摆。暗过民众暗时依然伫街路甲警察遭受着，伫曼哈顿、布鲁克林这所在拢人上街路，有名曼哈顿大桥也被占。华府民众原本温和示威，暗过一暝了后，群众有人向警察放炮啊，警察用火药喷雾回击。伫俄勒冈州，有上千人无顾宵禁上街路抗议，被警方用闪光弹甲催泪瓦斯赶走。这几天的示威也制造给人抢劫的机会。有名的梅西巴活动的时间车暗时被民众攻破玻璃进入，内底拢被迫害为主保。曼哈顿第五大道店家顶查房，部分依然被民众拆掉。苏荷区一间翕相馆的员工看到店面变成安尼，忍不住大叫。Oh my! So how much worth of goods there was in this store, you think? Over $1 million.Do you have insurance? What's going to happen next? I hope I have insurance. My insurance broker just called me.所以不只是纽约的店家，加州一间美容店也被抢劫，民众不加如苍苍。业者本身也是非洲的，对这情形是真矛盾。As black people, our frustrations are kind of two-pronged because we want to be upset.And of course, we are upset that our possessions that we worked hard for got destroyed. But at the same time, we're tired of people killing and brutalizing us for no reason. 不过，冲突过后，有人做出温暖的举动，像头先出现示威潮的明尼亚波利斯市，经过规暝示威了后，建筑破坏甲亲像战区共款，数百民众看到熟悉街路变款，拢主动倒三共清理。It's no one person in charge.Which is really the beauty of it. We're all pitching in. We're all watching out for each other. We're watching out for each other's health. We're watching out for each other's safety. We're all coming together and saying, what good can we do today?志愿者表示，希望展现当地生命力，就算暴动再发生，因要包含让家园赶紧再建立。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东的国家也门，目前官方讲，因的武汉肺炎确定病例只有300多例，啊，不过国际社会无爱信。世界卫生组织嘛讲，这个国家上无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拢去为着病毒，当地因为内战，医疗体系强要放弃，所以根本无采检的能力，唔是无啥人去为着。也门因为新冠病毒正面临灾难性危机，联合国初次警告，也门疫情已经是甲时间比赛状态。Reports indicate that in Aden, mortality rates from COVID-19 are among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也门目前399件确诊案例当中，有87人死亡，这只是官方数据。联合国指出，也门病例会这么少，是因为医疗体系经过5年内战了后，已经是挡不掉，不止无能力治疗，其实也拢无做检测。Health facilities are turning people away because they're already full.Or they don't have what they need to treat people with the virus.
联合国也认为，当地应该早都有社区团部本地市救人需要资金严重不够。联合国今年下半年捐助金额要24亿美金，目前为止只募到13.5亿美金，还佫少10亿。假使这资金缺口补未起来，未来几礼拜防疫在内41亿的捐助计划会捐30亿以上，也就是讲超过75亿的计划恐惊会停落来，而且还佫其他的规矩。WFP expects coronavirus to push many more children in Yemen into acute malnutrition. Over 2 million children in Yemen are already acutely malnourished. 联合国难民署甲世界粮食计划署顶个月底就警告，新冠病毒恐惊让也门战斗危机更加严重。让也门深陷内战的宿主之一沙特阿拉伯，此次就承诺会捐国一美金，搁支持停火。只是关键的一钱加口头的承诺，是不是会和也门情势冻结，恐惊依然是未知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新加坡的疫情开始稳定啊，即马进入第一阶段的戒毒封锁，学生囡仔嘛分阶段登去学校上课，啊，毋过同款爱绑体温、挂嘴安。伫产业的方面，新加坡的金融、电子、制造业甲物流业嘛开始恢复上班。家长那开讲，带囡仔绑体温、挂嘴安，打洗手用了，就准备要去读册。经过两个月的封城，新加坡初二总算豆豆啊解禁，恢复国内75%的经济活动。学生是分阶段，搁登去读册。这个5岁查甫囡仔的妈妈表示，后生会当搁登去学校读册，伊感觉真欢喜。And he's super excited. Yeah, so he woke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telling me, "Mama, it's time for me to brush my teeth and go to school." Yeah, so you can feel the anticipation of coming back to school.路透社报道，新加坡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学生拢小连续登去学校上课。不过，大部分的大学生现阶段还是依据远距离线顶的教学。杨厝江中学这边表示，为着防疫，每一班下课的时间也无同款。学生伫咧食堂食饭的时阵，嘛用梅花座的方式来维持社交距离。For them, it's really hard to get used to.They are okay with designated seatings, but for them to actually to try to stay away from each other, we need to let them know in fun and engaging ways, like through games, through also explanation. 新加坡是三阶段改革，目前第一阶段金融、电子、制造甲物流业拢会当复工，不过就要遵守严格防疫措施。小卖店头、个人服务业，搁有咧餐厅内底食饭，甲团体群聚也是禁止的状态。It feels like it has come back to where it should be, lah. Like you know, like people start to see people again and you know working again, and it feels good, lah. 新加坡新冠病毒确诊的人数，拢总已经超过35,000例，伫咧亚洲算排前头前。其中超过90%是外籍移工，因拢住伫咧真矮的宿舍。政府表示，在确诊的病例变较少的情形之下，才会考虑进一步改革。总理李显龙伫咧人民社表示，对抗疫情的路是一场马拉松，就算了后疫苗研发出来，嘛无啥可能100%搁倒去原本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咱台湾今当时也未开放中国、香港、澳门的学生囡仔转来咱台湾读册。有800个中国学生是做伙联署写批予教育部，希望讲会当量早放量。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目前有在规划，嘛拜托教育部去调查各大学检疫的能力。台湾暂停六港澳学生转来台湾读册，世新大学研究所大陆学生行动学后来决定休学。伊讲希望台湾早日解除禁令，能复学，赶紧毕业。在大陆学生社群内底，有真侪应届毕业的大陆学生是真烦恼。有些毕业生，一个是口试的问题，一个是觉得我的东西就还在那儿嘛，我连回去一下见见师、老师和朋友，就觉得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签证的期限，研究所考试面线由六星所写的六星毕业生的一封批。讲到面对的困境，已经接到800名大陆学生的联署，呼吁政府少量侪摆，让因6个到8个分批入境检疫。联署内底要有，若需要自费隔离，每天上座是偌济调查。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下晡指出，当年有伫规划境外学生解除禁令，所以才请教育部调查各大学的检疫量能。单独这样做，居家检疫的场所到底够不够？那不够的话，该怎么补足？或者不够的时候，是哪一些为先后顺序，来做一点安排？对着境外学生来台检疫所在调查，各大学已经在初二中昼进行会谈。时间大学校长陈进贵认为，大学宿舍、防疫旅馆加上北中南的集中检疫所，这些所在拢会用的。
校外有两栋小的宿舍，那如果必要的时候，校外还有一栋宿舍，北高都有哈。那我们学校只有220个哈，这个陆港澳生现在没有回来，所以呢，要来做，我们可以做得到。留生毕业生的公开批，希望六月下旬进行应入境，由大学这边建议7月初。不过指挥中心讲，唔知影改进的时间。根据了解，教育部在测试的行政院议会提出具体规划，在跨部会研商了后，应该会有较明确的答案。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会任民进党主席，伊昨是头一摆去参加中常会，才是通过中常委新法规所提出的八项声明，呼吁六月初六高雄市民，不论是同意也是不同意，拢爱去投票。按个高雄市新闻局长是代替韩国瑜做出回应，伊是表示讲，那阵政府上过头呼吁民众去投票，会让人感觉行政无中立。行政议会长陈其迈参加民进党中常会，开始对媒体表示，六月七日也登去高雄投票。中常委新发会阁提出声明，呼吁六月七日高雄的市民都爱出来投票。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才是提案通过。民进党强烈呼吁，不论对于罢免是同意还是不同意的高雄市民，6月6日都应该要站出来踊跃投票，用民主的方式面对市长罢免的选择。是高雄人，阁是国民党的头人，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嘛，去用问到，感谢登去高雄投票。伊表示，迄间有行程，袂登去高雄。啊，毋过伊嘛是要呼吁大家，予韩国瑜做满伊的任期。身为国民党党员，以及这个当初的支持者，那我希望韩市长能够做好，而且做满。让我们一起点亮高雄。面对北韩投票进入倒带时间，高雄市长韩国瑜照常来行市政行程，啊，不过伊看起来表情是真严肃。针对民进党中常会呼吁民众拢爱出来投票，新闻局长戴兆新代替回应，伊认为讲有行政级的官员上过头来呼吁民众去投票，会让人感觉行政不中立。如果作为行政部门啊，对于该不该投票这件事情过多的表态呢，可能都会有相关的争议哈，就是中立与否的争议。六月七日北韩投票的情势是愈来愈紧张。高雄甲桥头地检署联合召开记者会，表示已经组成营业小组，迄天主任检察官会订定各分局来接案，各投开票所的状态。李千马表示，就算讲离开投票所，嘛未当妨害扰乱投票的进行。那无得犯刑法第142条甲147条。记者综合报道。咱的翠岩国家队表现甲真好，幕后大功臣之一就是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副总统赖清德，昨是专工去感谢因的付出。翠岩国家队伫咧防疫的过程当中表现了真好，其中调度翠岩的幕后功臣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更加是全力支援。新政期间，纺织所成立翠岩镇证实，甲翠岩防护衫检测中心，追踪每一工的产量甲物流的运送，还佫有检测实验室，会当确保品质，让民众安心来使用。一定要测试病毒哦，病毒不通过才可以使用。那最主要的这个目前最困难的就是在这个缝合的地方，一开始是处理我们国内的需求，那慢慢像疫情告一个段落之后呢，我们就要协助业界里面去做一些出口外销的检验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还继续要忙下去。副总统赖清德专工去给大家加油，也希望未来会当继续合作。纺织研究所是经济部的法人单位，在1959年成立的，原本就负责纺织品的研发和检验，这次防疫期间也担任调度的工作，建立样品不织部的调度平台，统一分配，而且调度产量供应链，完成成功的台湾模式。防疫物资可以已经有很好的产业了，那 MIT 的品牌也建立起来了，所以怎么样去行销到国际上，让大家包括台湾防疫好，包括产品好，这样整体推出去，这个对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象。确实我们的厂商也觉得参与这样的工作非常有意义，又可以赚钱。王美花表示，现在疫情虽然过一段路，不过纺织所的任务未结束，防疫物资后一阶段的目标是国产国用，行销国际，让公部门可以尽量使用我们国产优质的产品，而且可以行销去国际。记者综合报道。在关心振兴三倍券，7月15日要起股，有银行虽推出方案要抢人客，另外现在也有旅业者推出说用三倍券来可以送3000块的活动，要来抢商机。
开1000-3000的进行三倍券，7月15日才正式开始。啊，不过已经有银行带头响应来抢商机。我们的客户信用卡、绿卡满3000，除了会当摕到政府的2000块以外，阁会当享受300块的绿卡回馈。另外，若是新办的客户，会当另外享受1000块的现金回馈。第一个是绿卡开3000，会当摕到3000。你在这个饭店刷个3000块，又符合台新的这个早鸟的优惠，几乎是没有花半毛钱，好就可以这个达到这个相关的一些服务，然后也可以领取到所有的这些政府以及台新加码这个优惠。旅游业者嘛增加优待，另外稍优惠券3000块，等于讲是6倍券。那是年底进前伫咧官方网站内订，上加当拍3折至4折。现在的旅客只要下单，马上就可以取得这样的3000块的优惠方案。这次的优惠方案呢，从原本的折扣价，我们已经做到4-5折的优惠了。现在再加上这样的一个加码优惠券，你还可以使用到甚至是折扣到3折到4折之间。透过电子付钱的消费毛回归，财政部进前召集8大公股银行来开会，规划透过台湾币刷更卡侪优待，消费满3000块，除了政府的2000块，老客户阁增加回馈300块，另外新的用户阁会当加领100块的回馈金，而且阁有机会来抽 iPhone 甲汽车。要是跟我们合作的商家呢，那我们就可以提供最高20%的回馈。或者是买一送一的相关的优惠活动，总经费达到新台币1.25亿元。政府期待进行三倍券，会当带动加千亿的消费。啊，不过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碧宏表示，这个效益不如发现金，再加上本的时间较慢，进行了这些措施，未够来恢复台湾的经济。台湾总共是2300万人啊、哦，那么我想振兴券国内使用是正面的。但是不足以恢复台湾的经济。林碧宏认为，讲针对弱势，政府应该提高振兴券的金额，才会当吸引大家来消费。啊，若是政府预计三倍券会当创造1000亿的经济效益，伊认为讲可能无遐尔乐观。想要带动内需，也是爱看政府后手的配套。啊，不过经济全面恢复，也是爱看出口，甲全世界做生意，台湾的经济才会当撑悬。记者综合报道。政府说进行三倍券是人人都挺好领，但是当地坐车的人宏观的人呢，发布部是表示说有当地研究，有可能会拜托家属来代替领，不就是跟家长里面的合作社合作，让受刑人可以去买东西。行政院长苏贞昌公布发放三倍券振兴经济，规划以1000块换3000块的方式来发，强调每一个人拢会当领。不过，关伫咧家庭内底，超过50000的受用人要安怎领、安怎用，发布部表示，已经咧建议包括委托相关的机关，或者是由家属代领拢会用得。这个我们都有思考各种不同的方案啊，或者是完全遵照我们收容人的意愿，因为这个依照政府目前的领取资格来讲，它是。一样跟一般人一样，因为三倍券有使用时间的限制，若是受用人的刑期超过期限，就代表可能要在家庭内底使用。因为安尼，家庭内底提供受用人买一项用品的消费合作社，敢会当比较实体店面使用三倍券。法务部表示，还阁要含经济部来协商。不过，有感受关注小组是烦恼讲，受用人的三倍券若是用代领的方式，可能会牵着受用人使用的时间甲权益。的时间上是 OK， 可是不希望说在清零的过程里面是因为还要透过矫正署，然后再进到各监所以后，那个时间就是拖得太长。甘肃关注小组提出建议，把三倍券的金额直接汇入去因的口座，当作收用人的所费是上好的办法。希望相关的单位确定使用的规范了后，会当准时伫咧7月份发放，较袂影响到收用人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甲劳工退休金有关系的劳保年金，有风声讲可能要伫2026年的破产。劳动部是邀请专家甲学者来讨论，按算年底要甲改革的草案送去行政院。啊，若劳工团体伊是表示讲，无论未来是要有关保险费，也是要降低给付，政府拢爱老实讲。在咧早起的时间，劳保局有真侪人要来办相关业务，啊，不过甲全国千万劳工权益有关系，劳保基金债务继续伫恶化。拄上尾一届精算报告当中看出，劳保基金结算有7000多亿，啊，不过还未提准精算的负债却超过9兆，劳保年届是真要紧。确实是要赶快有一个对策出来。破产是商业保险的概念啊，社会保险基本上没有破产这个概念。未来潜在的劳保支出真的庞大的话，那恐怕必须要多种途径来并行。缓冲基金苛征比较有钱的人苛征特别税，他们以后会涨得越多，领得越少，所以要让他们有盼望，就对这样的债务的累积要设一个止损点。
某个年龄以下的人，你进来了以后，你缴的保费就是为了要领的钱，因为这种时间当精神年。乐团指出，近几年以来，公到劳保年届，大部分拢是以提悬保费、降低给付、啊，够延长平均投保薪水等等的方向来做。啊，不过就算有搁较侪计算方式甲方案，上重要也是政府敢会当老实来面对，卖搁来相比。那个投进去是不是一个正义的选择？2013年马英九总统所提出的改革，就预期大概2026、2027年会用情，结果我们大概又拖了7年的时间啊，我们可能就会面临更加激烈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劳动部表示，目前有定期召开工作坊来征求各界意见，卖争取甲政府提拨金额提悬，预计上个月年底第一个草案提交去行政院。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六月七日后礼拜一开始，咱全台湾要大规模戒毒封锁。新北市对昨开始已经重新开放老人用餐，啊，那台北市是对六月十三嘛要开始开放校园户外场地和乡亲集体运动。目前疫情较稳定，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为即马开始开放老人用餐，长照机构嘛放令开放，让囡仔会当去探视阿公甲阿妈，人数上侪是3个人。校园的部分是会渐渐改进，先开放拜六礼拜的时段，让民众会当去校园运动。也若市场相款，嘛为初七开始解除人流的管制，为六月初八开始，酒店、舞厅等等的场所，嘛用有条件的方式来恢复营业。做好实名制，做好公安检查，做好环境清洁的消毒。所以6月7号虽然大解封，总是让大家有一个准备期间，所以我们才从6月8号开始，我们会用最严格的标准去检查。到达恢复正常的生活，台北市自营的场馆甲场地租金，为6月7日到12月7日拍对折。鼓励民众举办社区的活动，或者是艺文的表演。原本热热才会改建的校园，嘛提早为6月13日开始开放户外场地，室内场地要爱提出申请。在6月13号开始，我先开放室外的活动，然后室内的部分呢，跟学校间的教育活动呢，符合防疫的话，也会开放使用。所以7月15号，校园场地会完全的开放。黄珊珊补充，若国内有本土确诊的病例，政策都会随时调整。也若针对6月份真重要的毕业季，伊嘛亲身甲花做包装来宣传，希望替这4个月营业额1.5亿的台北花卉公司，会当带动一波生意。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中区大城街的幸福大楼顶个月发生电梯工业着伤的事件，大楼管委会全在停用电梯，这是造成住伫内底的行动不方便的人出入，即马拢真无方便。不过管委会是解释讲，即马是在彻底做调查，唔是要甲电梯停用。画面中，这十波人电梯门拍开了后，伊欢入去，另外一支卡也伫外口，规个人就互电梯安尼扭起去。高低差，对对对，他的脚从头到尾都是在外面，他跟然后车厢就被叫上去了。救援人员对电梯顶面降落，把人救出去。代志发生在5月18日天要光的时阵，42岁、4岁的十波人，防急受伤了后送病院。大楼管委会就停止使用这电梯。我一定要要到那张，我才能够保护大家。所以后来他们有给我一张说可使用 ，OK， 可使用我就贴。住伫七楼可能易出入未四少民众，因为电梯停止使用，规日出来6天，大家拢食泡面，也是等顾客员送物件，只有请朋友用卷的方式，让伊才离开这栋大楼。我就不知道遥遥无期啊！我就后来被关到第6天的时候，我就拜托朋友哈、硬把这个轮椅这样子一直强制的把它搬到1楼。伫台中市中区的幸福大楼已经起48年啊，总共105户。发生这代志几点钟之前，电梯才拄修理过。管委会总干事讲，因为一直发生问题，才拖8天彻底检查。去年才成立管委会，公积金就10万，电梯变换新的实在是有困难。那可是因为就是可能有一些住户他自己认为说，一些公设他使用不到，他就不愿意缴这个费用。台中市府讲，依据台中市公务大楼共用修缮补助方案，提供无同户数结构的社区大楼12到22万的补助，也用在老旧电梯的修理，也是换新的。第一个就是他7年以上的合法房屋，第二个部分就是前4年的部分，他就是说不能有来申请记录。即阵台中市大约有8000多栋登记立管的公务大楼，其中20年以上有3000多栋，老旧主体设施维护甲更新，必须爱靠健全的管委会运作。台中市东化局也对着老旧集合主体大楼提供介入辅导计划，那是有需要民众落案申请。记者陈宏合报道。
另外消息来关心，咱台湾通信要进入新的时代，因为 5G 特别启用啊。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昨昏通过中华电信 5G 业务的申请，中华电信嘛正做咱国内头一间摕着 5G 执照的电信业者。NCC 是表示讲，中华电信相关的设备即马拢已经检验好势啊，随时会当启用。台湾 5G 的时代特别来啊 ！NCC 通过协调中华电信行动宽频 5G 的业务。中华电信加州国内第一间提到 5G 接脚的电信业者，建设了250台的基地台，就可以来申请特许执照。那他今天就是过了这个门槛，分布六大都会区里面，上礼拜来申请特许执照，然后这个礼拜委员会讨论啊通过，当然就可以开台。NCC 表示 ，5G 有大频宽、卡袂延迟，也佮有大连接等等的特性。伫咧国内要开台，上佳标准要完成250个基地台。中华电信已经有符合开台的标准，摕到执照了后，按规定6个月以内要开台。其实伫咧英国，中华电信主要是发展资讯通信的产业，未来 5G 开台了后，按算会推出 5G 的应用服务，包括 AI 的人工智慧、AR、VR、4K、8K 等等高画质的影片，会当360度享受影片的内容，佮有线顶手机。游戏等等，民众是真期待。5G 的速度可以改善之前4G 的那个下载影片啊，或者是看用东西的、啊，或者是速度的那些方面的影响的话，可能就会考虑。对，可能会考虑这样子。对，资费的话，您觉得大概多少会比较合适？可能如果贵个200-300块是 OK 的。中华电信用苏兵强调，摕到批准的执照，仅仅是开台必要的一步。目前正在积极办理 5G 开台的代志。向其他电信业者的部分 ，NCC 表示，阮团目前已经完成相关 5G 建设的规定，而且嘛提出新建的需求，若有顺利，后礼拜就会当通过。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即马无粪扫的焚化炉，逐天产生250吨的粪扫，拢需要运到外县市拜托别人处理。啊，不过若是拄着别人的焚化炉，当在修理的时，粪扫只好放呢，会造成臭味，也有环境的问题。所以南投县政府即马按算要伫县内家己起焚化炉来解决这个问题。五层楼高的粪扫山，远就看伫个菜地个乌溪河边。无粪扫焚化炉的南投县，全县每天产出250吨的粪扫。然后我靠林根县市斗三工烧粪扫。不过，若是林根县市焚化炉修理的时阵，无多消化的粪扫，就暂时该放伫遐。对着愈来愈歹处理的粪扫问题，南投县长林敏进讲，已经规划伫县内兴建焚化炉。南投县呢，现在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一座焚化炉哦，吹起了几万吨以上哦，大概有十几万吨的垃圾还没处理哦。对着要起家己县内焚化炉，南投县民普遍表达支持。不过，对着可能产生的空气污染问题，依然是感觉怀疑加惊惊。可以建呐、啊，但是可能要建外围一点，比较郊区一点，应该会比较好。我觉得还是垃圾处理比较重要。因为就算放到其他县市，那相对也是造成其他县市的污染啦、啊。对着可能产生的污染的问题，南投县环保局长讲，南投县每天250吨的粪扫量，经过分类处理排除有毒的塑胶等，每天只要处理烧掉50吨的粪扫量，应该先有效避免产生第二摆污染。还是要先从源头减量，一直盖焚化炉的情况就会垃圾可能没有受到节制，垃圾量就是会一直增长。南投县政府即阵也伫个规划阶段，要设较偏僻的所在来起焚化炉。虽然一直强调的降低污染，不过环保团体认为，南投县长反中化空气污染，却是要家己制造新的空气污染源，实在无法度理解。希望除了靠控制技术来减量以外，应该对源头减少粪扫产生。记者慈宏合报道。地方风上头，要甲乡亲讲，即马食蚵仔当钓时，蚵仔是冰。屏东县高雄乡的特产之一，啊，不过今年因为受疫情的影响，饲草较歹，价钱嘛开始落。即马蚵仔当大出，所以爱食蚵仔乡亲会当趁一阵。徛伫田边，看过去是一片蚵仔田，这是屏东高雄乡种蚵仔的面积是占全屏东的70%。逐冬的4月到8月是采收蚵仔的季节，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需求的量比往过更加低。大斤的价钱从12到16块，和去年同期比起来是减5块。他们是以这个疫情的关系来向农民买，说：“哎呀，疫情关系销不出去，现在的那个到外面去买东西的人少了，
哎，所以价格就不很好。高雄乡在水源保护区内底用好水种好米，只蚵仔剥起来口感特别 Q， 而且也真香。农民嘛顺续和大家讲，蚵仔刚好食，切落去就知。我们这边都是有山泉水，所以灌溉出来的芋头呢，相当的品质相当好，相当的 Q， 所以我们希望说。各地的消费者真正能享受到高素这么美好的芋头，剁下去的时候，它会很像有一个张力，把这个刀子捏夹住这样。那个芋头就是它生，好吃，就是这样。现在蚵仔的价钱长了低，若是喜欢吃蚵仔的朋友，趁趁这阵好好来享受，也给农民道帮赞。记者综合报道。如果没用农药的农产品是最佳健康。在云林西里，西里有一个农民，他叫做吴宗翰，用火烧的方式来清掉土壤里面的病菌和杂草，不但提高两成的产量，而且也降低成本。在种植有机叶菜的过程啊，就是会遇到一些病虫害跟杂草的问题。说到做事的艰苦代，云林西里吴宗翰是真了解，因为以前的菜色无除农药，坚持采用有机种植，所以接拄到病虫害。经过有机农场发的草，拢着请人来烤，工二吹，工钱阁贵，若无就是爱用水阴铲。毋过时间长，效率低，吴宗翰专改用一款会喷火的铁牛啊，冰土的时也通加温杀菌。在五六百度这个区间的话，我们可以达到杀菌杀虫的目的。果蝇机能够快速的施工，然后种植，然后也增加产量。吴宗翰讲，利用新型的机械来做事，成本和请人工来烤草差无偌济，产量搁通提高两成。上重要的是，唔免使用农药，会使优先对待土地。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八里渔船码头休困时啊，拢会吸引济济游客去坐船。啊，毋过即卖有民众去澄清讲，淡水河水尾的沙是积甲真严重，毋但影响水路，嘛影响渔民，希望相关单位赶紧去处理。即个看去，八里渔船码头一只一只渔船受到酷热影响，变作停伫沙地顶面，岸上的土沙拢掀几片。淡水河下游塌得真严重，唔呐影响呐小水路交通航班，也予渔民掠鱼受到影响。要等两三点钟，水涨了后才好到出海。李伟接到电情，找新北市政府、经济部水利署、台北港务公司调查事发原因甲款责单位。巴黎渔船码头顶一摆清土沙工程已经过五年啊，明显成效不好。淡水河由中央委托新北市府代管理。新北市府讲，渡船业者依照核算工地使用许可申请航道使用，按规定应该负担维护责任。业者讲，每年至少清土沙六摆，每一摆拢要上百万。不过业者讲，清土沙范围只有家己开过航道，不过码头塌掉了是牵涉整个的淡水河。比如说，我们如果挖完了啦，如果东北季风啦，或是东北季风一来的话，有没有就又回忆啊？或是刚好挖完有台风的话，就是又回忆了。因为收的核酸工地使用费是相当的轻微，所以使用者他必须负担相当的这个管理权责了哈。那如果为了他的经营需要，他当然也必须负担一部分的责任。中央甲地方经过协商达成共识，由经济部水利署一个月内调集相关单位参详初步的费用、回正需要处理的土方量，并且决定倒一个单位来发包进行工程。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新鲜，咱来看传统的技术，新型冠状病毒和卫生纸会当变出什么梦？已经开发创作的灵感，香港有艺术家利用中国水墨画机卡甲卫生纸成功变作画布。在这些卫生纸顶头，画着各种颜色的图。详细看，这些图分别是消毒水、泡面、米加其他的明星必需品。这是香港艺术家柯佳娇为了要纪念今年底的武汉肺炎发生初期，香港人惶恐抢买物资的情景。柯佳娇普通时的作品就正受传统中国艺术影响，卡描用下青灰紫的装饰风格，用自己特别的笔触画出精致的亮红图。伊发挥创作的材料拢无限制，当然也包括卫生纸。
伊认为艺术应该爱激发人对生活的反省思考。等啲人買呢件作品之餘咧，可以用一啲好 affordable 嘅價錢買到藝術班作品之外咧，亦都係想令勾起啲人諗翻起呢件事嘅一啲回憶或者係一啲事件，咁亦都係想喺呢個藝術活動入邊咧，反映翻而家社會嘅一啲活動同埋情況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咧，當有人討論我呢件作品咧，我已經覺得係我呢件作品嘅一個成功嘅地方啦。为了对抗疫情，香港即马有专门为家属立好设置的翠安贩卖机 Mask to Go， 只要扫行动条码，就能免费领一组五片的翠安。But what they would need to do just to register, and we will give them a QR code card. They can continue for 10 weeks to come and scan the code and can get the mask in few seconds.Mask to Go 是房地产公司新式的发展活动，也负责生产翠安，预计会营运到七月底，估计差不多40,000位香港人会能买到。记者综合报道。法国即阵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的戒毒封锁，餐厅、酒吧嘛已经开门做生意。也毋过，伫法国的首都巴黎，解禁了后头一天，就有20,000人走上街头示威抗议，这是让当地政府真烦恼，烦恼一批人遮多会烧胃病。正伫心理2016年24岁非裔青年特拉奥雷，在警方侦问过程中离奇死亡的巴黎法院。车里真多生气的示威者抗议目标，因一脚跪着，拿着黑人的名也是名飘舞，呼应正伫美国各地爆发的反歧视街头示威。这场反种族歧视的示威组织20,000人参加，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上大规模的街头运动。不过，即阵禁止10人以上集会，防疫禁令也伫实行。伫原本和平的街头抗议活动，因为部分人士出现放火烧路障，也佮有扔石头这破坏行为，引来警方用催泪弹，也佮有枪林枪击扩散，场面一度是真混乱。在初二这天，也是全国进入第二阶段防疫最坏的日子。餐厅、酒吧重新开门迎接人客，也取消出外100公里远的禁令。位于西北部的南德市，关了11礼拜，餐饮业者有人午夜一个月就开门来营业。外口已经有真侪消费者排队买，等待好好吃一顿了。不过巴黎依然是感觉是阶段，餐厅、咖啡馆按照规定，仍然开放户外的门路来做生意。为了中华甚至曼大都有名的飞行咖啡馆，人客真早就来享用因的法国式早餐了。Depuis 3 mois, absolument. Donc là, on retrouve la maison. C'est important, c'est des moments importants. Ah bah vous avez vu l'heure, oui, absolument, c'est nos petites habitudes.财政部长勒迈尔迄天也到巴黎咖啡馆甲餐饮业者食早餐。伊进前伫电台访问中指出，法国今年经济有了会因为疫情咧萎缩11%，创下历史新低。不过伊讲2021年经济一大上升，现场有业者对伊讲，餐厅门路的生意应该也无够弥补封锁期间的损失。伊讲政府的纾困基金会帮助大家度过这辛苦一年。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看煞，咱来看外太空。捷克的科学家对火星的地形大胆预测，水有可能就藏在地表下面的岩层，亲像年火山流出来的方式同款，水是安尼流伫火星的表面。啊，毋过敢真正安尼？这是爱等科学家去火星行一转，才有法度证明。根据观测过火星表面的太空船所拍到的影像，火星除了高度差不多25,000公尺高，或者太阳系上高的奥林匹亚山岭外，还有万外的真小的嘛，加真矮的圆锥形小山轮，有的山轮顶还有火山口。根据估计，火星热浪上高温差不多是摄氏-23°，寒天当然是更加冷。另外，伊的空气嘛真薄，气压敢若有地球表面的150%。在这款的自然条件之下，水分若走出来火星涂骹的表面，就会随打去。也就是讲，咱伫咧地球看到的土石流，若是发生伫咧火星，可能就会完全无同款的情形。也若捷克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设计这个风格白白白的玻璃箱，甲温度甲气压调整甲火星的状态同款，敢若有重力场无法度改变，因为火星的地心引力敢若有地球的38%。He observed that at the beginning the mud was boiling. There was also some formation of icy crystals at the same time. The icy crystals were merging together, and after a while they built a crust. But we still observed that the mud was propagating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crust. And this is exactly how some type of lavas are propagating here on Earth.
不过科学家嘛表示，这些拢是干那伫地球模拟的情形，因为安尼也无法度直接证明讲太空船摄到的这些小砂轮甲火山口，都是咱咧讲的有土咧滚的火山。也若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捌伫咧1999年的时阵发射极地登陆者号太空船，计划要去火星的南极，也就是科学家认为伫咧火星顶端可能会有真侪地下水的所在。不过落尾太空船的任务是失败。所以未来若是要进一步验证一个科学家的假设，要是要成功去到火星的南极，而且摕到样本了后才有法度。记者综合报道。世界新今仔日国地图的温度，伫北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中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是25度到37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司台记者早起新闻，我是柯雄祖，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咱再会。你看这只猫仔有多尼啊古锥，伊是 Puppy， 伊来咱公司台几台佚佗咯。Puppy 猫是对英国的红阿车改编的，看伊甲姐姐囡仔伴做伙来找找趣味的代志，上山落海，欢喜来斗阵。大礼拜六透早7:30，中昼12:30 ，Puppy 猫第二季就伫咧公司台几台。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讲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电推小姐。今仔日心情歹，话无想要讲伤济，直接讲重点。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受气，受气，汉字写作受气，罗马字写作自由受，可以气，受第七条气。第三条，受气，嘛有人讲生气，无共听到的受气，嘛有无共的意思。较接听到的像，袂爽，气噗噗，气心落命，规巴肚火，还是气甲手长目干，拢有人讲。受气的时阵，除了家己伫遐气气，大部分的人拢会。气性地、发性地，还是塞性地，遐严重的有时会俩讲。像我细汉的时阵，阿母甲我讲过吼，卖卡袂着，就伫遐塞性地。而且我若受气的时阵，就会直接俩讲。咱会当为受气的人的五官，还是伊的动作，知影伊咧受气，像气甲顿伊顿倒，气甲甲人忍，甲人生。跟人骂，跟人叫，对人歹嘴，还是跟人冤家，小骂、小拍、小呛、小争，甚至举刀、小台、举枪、小弹，冲到爱警察来处理，安尼代志就大条啊！人讲气死言无伤，这句俗语是咧考劝人唔通受气，较袂伤身体。无，那真正气死是真唔得。還有一句俗语，见笑当生气。这句的意思是讲，因为见笑，惊人甲笑，差点到家己先生气。流生气，气噗噗，气心落命，手长目干，塞性地，
气死严无伤，见效当受气。真侪医学研究拢有讲，受气对身体足歹。不过，若有无欢喜的代志，嘛是爱好好讲，讲出来较健康。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